收看乐朵的频道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乐朵，欢迎收看乐朵的小短剧别人的姐姐 VS 我的姐姐。影片开始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别人的姐姐，姐姐我饿了。姐姐马上去煮东西给你吃。我的姐姐，姐姐我饿了。姐姐煮东西给我吃，别睡了。别人的姐姐，弟弟生日快乐，这份礼物送给你。谢谢姐姐对我那么好。我的姐姐，姐姐今天我生日，你要送给我什么？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别人的姐姐，弟弟我回来了，我买了你喜欢喝的可乐。我的姐姐，姐姐我也想喝可乐。自己想喝自己去买。你们的姐姐哥哥是哪一种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记得按赞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别忘了订阅乐朵哦。谢谢观看。